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0年8月16号，瑞芳站11:45乘坐的是4031次苏宁发车，将沿线港刷新的烧腰子微笑军会车，以及这台是7502次哦，南阿41个以及单电头，然后加很长的编组客货车混编货列。哇塞，今天7502次真的是大好料，对吧？而下面跟马掌门就都掉门大，基本上没有。7502次，它是气体能测试。啊，若下面一个马掌门都掉不到地方。我说蓝牙试试啊，试试。哎，我刚刚想说它7堵会放在5堵，然后不做7502，那个宜安线运用，结果现在又有，是吧？然后现在4030先行实力吧，对吧？先行实力，就那，拜拜。